喂，你是干嘛的？你好，你们售楼部在哪里啊？我想去看一下房。嗯？你看房？我是看你过来捡垃圾的吧？滚滚滚滚滚！五十小区的不能入内。哎，你干嘛的？我女朋友住在里面。我管你是什么人住在里面，不戴口罩一律不能进去。兄弟，别人不戴口罩不让进去，你做得很对。但你在这里上岗，来来往往这么多人，你也应该戴一个口罩吧。在这里我说了算，我想戴就戴，我想不戴就不戴，你管得着吗？滚滚滚滚！嗯，经理你好。啊，这是我们新老板天总。啊，新老板天总？对的，天总刚刚已经把这个小区全部买下来了。把这个小区全部买下来了。你通知下去，并行调查一下，近期上岗不戴口罩的，一律无理由把他开除掉。哎，对。